什么？我们都喝加了的水果。是野餐哦。你帮他带上去吗？不用，因为这里很热，要把它拿走。这是有好多蚊子哦，我等一下去抓它。我会有我的小漂亮的小妹妹。你有准备吃的吗？有。要。我在喂小蛇吃一些晚餐。我在喂小蛇吃晚餐。问这是什么？我是洗澡的那个。我们是喝没牛奶。嗯。我妈在5天就可以回家。姐姐，你的双胸是不是？